Hello，大家好。OK， 今天我要为你们介绍科斯威的产品，当然是科斯威的产品哦。这个八件组的这一个 container， 什么叫八件组？其实它只有四个玻璃容器加上它的盖，所以每一个盖算一件，所以就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所以这个是玻璃容器。OK， 其实我卖了这个容器这么久，还有就是发现到有很多顾客原来不知道它的好处在哪里。好，今天我为你们介绍，最重要的是最后一个特大的容器。你们可以发现到这个容器有一层这个塑料容器，所以你打开的时候，它其实是两层的，里面是有两个间隔。它这个是间隔的，你打开来就是两个。那么呢，你盖回去的话，你下面可以放，上面可以放。可是有一点就是它的好处在，你可以把它倒转过来。所以倒转过来的时候，你必须把上面这一白色的这一个开关的打开了，放一边先，放回去。之后你把它倒转。倒转了之后呢，上面有一层哦，就把这个压回去，就是这样夹回去啊，就是那么简单。所以这个容器特大的就变成两层玻璃在下面，上面是塑胶，所以你可以其实上面放冷的食物，下面放热的食物，特别好用。然后呢，还有另外一个特点就是，另外这个小中大的呢，四方形的呢，其实它的盖呢是特别好处，就是能够为你的食物保温一阵子 maybe 一个小时，然后你也可以把这一些食物 heat up 在你的 microwave， 当然一定要把这个盖开起来给那个空气流通哦，记得哦，要把盖打开让食那个热气流通，才可以放进 microwave。 但是有一点 是特别要注意的，不可以放在 oven 啊， oven 不可以，只能够 microwave。那么食物弄热了之后，你可以把它盖回去，食物能够保存差不多一个小时。 OK， 谢谢大家的观赏哦，接下来我还会为你们介绍更多科斯威的产品，谢谢。